学校通放。校长这次得奖的主要的原因在哪边？这次是我们去年教育部的国篮这个甲组联赛第二名以来呢，这今年的五大杯里面，我们在几个礼拜前的永兴杯拿到第一名，这次华中杯又再次拿到第一名。今年呢很特别，就是说去年的实力非常坚强，有几位明星球员，可是今年虽然没有所谓的明星球员呢，可是他们整个团队的默契还有团队的一个合作非常的棒。教练，下一场的目标在哪边？球队接下来在训练方面，我们会好好的去做调整，然后在接下来今年度的联赛，希望可以突破去年的佳绩。